陈乔恩携男友吃西餐过二人世界，嘟嘴献吻艾伦，喝红酒力证未怀孕。陈乔恩和男友在饭店共进晚餐过二人世界，随后艾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两人合影，祝福自己生日快乐，感慨和陈乔恩在一起时光美好，并称对方为 My Love， 同时他也感谢前段时间为自己庆生的朋友们，祝所有人都身体健康。艾伦发了五张图，特意把被女友嘟嘴献吻的这张放在了第一，可见感情依然甜蜜。艾伦还分享了和陈乔恩碰杯喝酒的画面，十分浪漫。这一细节或许能说明陈乔恩没有怀孕，让外界对她的怀孕猜测不攻自破。陈乔恩也分享了自拍，画风很是甜美。虽然两人有着9岁的年龄差，但是艾伦的眼里只有她。与其说是陈乔恩黏艾伦，不如说是艾伦离不开陈乔恩。